山城有一个犹太人名叫莫迪改，他被波斯国王录取成为他们的奴隶。他收养了一个美丽的女孩，这个女孩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却长得十分可爱美丽。后来莫迪改给她取名为哈大莎。莫迪改每天都鼓励哈大莎，告诉她有一个非常骄傲的大坏蛋，他的名字叫哈曼。他非常骄傲，要所有的人都向他下拜。Woo!
勇敢，你现在改名叫以斯帖，千万别让人知道你是犹太人。拥有好品格，我就能卓越。我宣布皇后诞生了。哇，这么浪漫。Thank you.